你好，欢迎收看《行家论股》，我是黄宝新。Axis 产托日前宣布和 FIW 钢铁签署买卖协议，收购沙南一处的工业产业。完成收购后，FIW 钢铁将成为该地点的唯一租户，并将签下一年，而且可延长四期的租约。根据租约，Axis 产托每个月收取的租金将近四十二万令吉，续租期间的租金则接近六十一万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亿两千万令吉的收购价高过两千万令吉的净账面价值。另一方面，该产托将通过银行贷款来支付收购费用。MIDF 研究估计之后的负债率将攀高至零点四倍。这项收购为二零二一和二零二二财政年带来的盈利贡献估计少过百分之一。行家上调评级至买入，目标价维持在一令级九十八仙。